老师，请讲评。那韵凡呢？康康，你这一首让我非常的惊艳。然后还有我们的整个的效果哦，规个好够，我感觉做个足好诶。你的朋友很帮你，但是也要你给力哦，你自己也要很振作才可以。你在你的母语唱的时候，非常非常的让我赞叹。我就介意你的母语诶。你唱出来的那个味道，就好像深山远谷那种感觉，溪流哇，大自然融为一体的感觉，我非常棒，我非常喜欢，真的很有画面。到了最后的那一句画龙点睛，又唱回了你的母语，所以整篇下来是一篇非常漂亮的画面，整个画面是非常完整的一首歌。你的设计我非常的欣赏，而且是非常自然的，很棒。谢老师，谢谢。我们请子宏老师为我们做讲评。那韵凡，韵凡今天这个歌表现也不错，有一种很不一样的神秘的感觉，再加上你今天穿的这个有祖灵的衣服，就那个感觉就是很空灵，很好。那只是说我给你一个建议，就是因为你这个歌你有加了很多的装饰音，那装饰音呢，你的每一个音都要唱得很准，不然那个装饰音就会有一点点有点可惜除了这个以外，我觉得整体来说我觉得都很好。谢老师，谢谢。